大家，让我们欢迎邓紫棋。我是 Jam 邓紫棋 ，A.K.A. Gloria。很开心又邀请到邓紫棋来到我们的演唱会，很难得，对 对, 对，真的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对呀、啊，对，长好，长好高，哎呀、啊，干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记得吗？其实这次在云端合作呢，但是热情是一样的。我最近刚刚发新专辑，新专辑叫做《启示录》。哦，启示录，启示录，知道知道，有有有，我们都晓得。我听说，我之前听你们的工作人员说，说你全部的 MV 都看完了。那当然啊，哎呀，那当然啊，我们大家都要听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喜欢吗？能说不喜欢吗？这个时候能说不喜欢，一定要说喜欢。对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好好好，好听啊，好听好看。欸、你们讲点实在的吧，词真的好听啊，词曲好听啊，李湘也很棒，很棒啊。喜欢哪一首？喜欢哪一首？哎、欸，不要考我们。哦，我也很喜欢《天空没有极限》。我还没说哎、欸，我还没说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合唱《天空》？好，《天空没有极限》好不好？当然没有问题、啊。Oh, oh, oh.